Hello，大家好，又嚟到我 Netchan 谈赛马嘅时间啦。咁啊，上次礼拜三田啊夜赛提供嘅心水咧，都喺上一段片已经提及过啦。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咧，可以翻上一段片回顾下嘅。咁啊，近日至高出赛马表现都可以嘅。咁啊，今次有一只高出赛马就系第一场啊。咁如果大家喺个荧光幕睇得唔清楚嘅话，可以翻上一段片高出赛要马嘅片睇一睇。咁啊，我都有讀個馬名出嚟嘅啦。咁大家知道啊 ，Netchan 談賽馬嘅免費嘅賽馬頻道咧，每場賽事都會每次賽事咧會提供高出賽馬同埋兩隻 Netchan 馬蛋俾大家參考一下嘅。如果大家想繼續支持嘅免費頻道嘅繼續營運，可以經過 Facebook post 嚟到一個 Blogspot， 咁 Blogspot 周圍咧都有啲頁面廣告嘅。咁啊，如果覺得有興趣，可以撳入去睇一睇，支持我啲廣告客户。咁同樣啦 ，YouTube video 播之前有時都有啲 video 廣告嘅。唔使一定喺右下角撳 skip ad 啊，或者略過廣告嘅，可以睇耐啲。如果覺得有興趣嘅話，可以左下角有時有啲連結啊，或者中間有時啲頁面廣告撳入去睇一睇，支持我啲廣告客户。咁支持我啲廣告客户咧，就等於支持我 Netchan 談賽馬嘅免費頻道嘅繼續營運。咁聽日第二個場次將會介紹第五場。咁第五場嘅獨贏及位置投注對象同埋連贏及位置 Q 蛋咧，將會揀二號嘅特城。咁啊，我不嬲講噶啦，贏開馬嘅馬咧，嚇就唔會即刻諗住減分嘅。咁呢只馬上季喺蘇偉賢搞極都搞唔掂，今季去偉達跑咁鬼多場，配備變都乜都搞曬噶啦，偉達嚇唔啱就係唔啱我馬房，一翻返嚟蘇偉賢即刻贏馬，直情係一個另類散招牌蘇偉賢啊。咁啊～其實都要多謝偉達，由55分減到去46分咁俾你贏嘅，即係做俾你贏啊！直情嗱，咁今次加咗6分，上咗52分，翻翻嚟田草對手強少少嘅田草啊嚇，咁都冇問題，我覺得52分，佢50幾分喺田草不嬲都跑近，你唔好講上季，今季嗰啲田草，你睇下啲田草千二蘇少輝53分嗰啲都跑近，咁喺個52分冇問題。咁上次跑之前係休息咗2個月，體力會捉翻少少。上次贏馬其實係賺曬裏邊外檔形勢，但係水準都唔曳。上次贏就宜昌飛，佢當宜昌飛佢係跑到唔知做乜事啦嚇。咁但係跑贏宜昌飛，佢跟住太陽戰馬、明月星輝都係跑得可以嘅之後嗰啲賽事。咁所以上次水準唔低嘅，今次賺完可以再賺一檔，同埋同場對手講真能力。睇落唔係咁高嗰啲嘛，咁啊，所以如果蘇偉賢可以揾到潘頓再騎多次，而家加咗6分咧，真係冇乜阻力，又有個一檔，咁其實真係好跑，咁所以同埋做一個叫做咩啊？check 下啦，究竟咪假設聽日個地偏慢少少，好地咧都可以偏慢少，即係可能唔係怪好黏地，但係希望唔係好快地咧，咁即係黏地好地。但係偏慢嘅場地，佢跑唔跑得到咧？咁啊，睇海外賽績，咁當然不能作準啊。海外遠地都贏過馬嘅，咁啊，所以應該唔會太差啩。咁所以揾咗做獨贏嘅位置投注對象同埋連贏嘅位置 Q 彈咧。咁啊，拖三隻配腳，第一隻配腳3號啊，快樂海船呢只馬就不嬲，我覺得有能力嘅馬，但係跑幾都跑唔出水準。咁啊，上次就苗偉德轉救初出。就都係跑得普通，嗱今次翻返嚟田草睇下表現會冇翻啲嘅苗禮德，而家轉倉馬都比較急進嘅，我覺得呢只馬7檔都合適嘅，可能係守住放頭馬之後或者自己放頭未定嘅馬，嚇有速度放頭呢啲根本上係，咁睇埋海外賽績，遠地都係應付到喎，咁樣樣，咁所以拖一隻配腳啦，第二隻配腳熱鬥車神。呢啲又係焗揀，冇辦法。咁咧，呢幾場其實跑得麻麻地嘅，真係。但係佢而家轉咗配備咧，戴咗個頭套之後咧，H1 啊，而家啱啱睇先啊，我揾翻熱鬥車神睇下 H1 配備邊度。戴翻個頭套之後，嗰啲試習啊、拍跳啊、單跳啊都可以啊。咁又睇下血統啦，咁啊，話變化地也可咁樣樣。咁啊，信佢咯嚇。咁呢啲都係局揀㗎啦。佢有配備變動，姚本輝鬥志好啊。5檔亦都何澤耀唔會飛得太外嘅，我諗。咁所以要買咧。第三隻配嘅緊東龍鎮啦。東龍鎮
上次賽事係咪記憶之中都唔係一啲好快嘅場地？佢係好快地，但係好似佢係有少少受天雨影響。咁睇下先有冇先啊？嗰日嘅好快地係好快地，冇問題。好快地嗰日係內欄好啲嘅，我而家冇印象冇記錯。內欄傳上嚟好啲嘅，咁啊威武城傳來做到依樣嘢，咁啊傳上嚟嘅。咁誒，東龍鎮就留得比較後，拉出大外檔衝就蝕少少。咁啊講真，呢場水準唔係特別高，我個人覺得唔係特別高。但係都有句啦，呢場嘅對手真係好和妥嚇。咁啊，何銘綿又騎過騎得起。咁呢只馬我覺得佢好地偏慢少少，亦都跑得好，因為佢泥地濕慢地咧可以嘅。之後嗰場跑好嘅泥地咧又冇，咁所以可能係偏慢少少嘅場地嚇啱佢都未定嚇，咁所以東龍鎮都拖埋做配腳咯。咁啊，所以依場嘅投注策略將會揀二號嘅特醒獨贏及位置投注咧，同埋獨贏同埋二號嘅特醒連贏及位置 Q 膽，拖三號快樂海旋，九號熱鬥車神。同埋十號嘅東龍鎮嘅，咁希望大家中意呢段分析咧。如果中意嘅話，可以俾個 like 嚇，俾個手指公同俾個讚我，咁啊同埋分享一段片俾啲朋友睇下，宣傳一個頻道。咁如果大家對依場賽事或者聽日賽事有咩意見嘅話，都可以下邊留言，咁我哋討論一下聽日嘅賽事形勢嘅。咁啊，大家知道啦，我而家喺另一個渠道咧發放一啲臨場分析嘅，每場賽事十五分鐘之前啊，會講下二標啊嘛，預嘅暫時落飛嘛，場地形勢、輪騎動態等等嘅。如果大家有興趣收到信息的話，可以來到我 Facebook page Netchanter 賽馬，撳撳 send message 或者發放信息，或者來到我的置頂 post 留言，咁會盡快分享一啲關於臨場分析的信息俾你睇下，睇下有冇興趣參與嘅。去到最後，希望大家來到我 YouTube 頻道 Netchan， 撳撳 subscribe 或者訂閱，同埋撳撳鬧鐘，咁第一新片咧就開個 notification 或者通知咧，第一時間知道噶啦。多謝你支持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